坐下来。想吃可乐，因为足热啊。有。这是袂爱食可乐，可乐油的。很热啊！我靠，有老鹰哎。这个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你不会喊，我没有动到糖果。你看老鹰哎，你看。好大只哦！你看老鹰很近。你看后面走。它很酷哎。你没有看过吧？这个是雪碧哎。黑喜乐，韩国哎，韩国哎，哎，可乐吧，那是雪碧。可乐，上面是雪碧啊，你知道看吗？下面是。我的广告挺远哦，一架过一个，我这大哥哎。我没有吃过老鼠。哦，你忙架过一个。用完我再玩。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太大只，你没办法分担。怎么，老鹰太大只了？哇，很冲哎。这很大哎！它那个棒棒糖是再给我一只，不是有两只吗？它这也是好像是，是韩国的，加倍加韩国棒棒糖，买粉丝对呗，足厉害。然后它是这个是。这个应该是草莓口味吧，这个是可乐，刚好都是他喜欢的。在玻璃地堡庙，南投。他没有动的时候才会，他停下来没有动作，你在叫他会一直动。感觉很好吃，应该不错哦，它上面多了一层可味哦。听说蛮贵哦，我还讲今天真的超高温。我穿个小的，我搁穿迄个，我搁穿帽 T。他叫你去穿。没。啊，你用同款，拢会拍到啊。你的头嘛是拍到。紧皱皱的，搁底下躲太阳。无人有做计划咯，除了我，无人有做计划咯。我穿。我穿上高的。有人呐、啊，你们看到有人是不是？哦、加咖喝，加咖喝。嗯。哇。舒服啊。等一下去鹿港天后宫，早安啊各位。我们以后可能都要在 IG 相见了，那粉专坏了，那脸书已经坏了。那大家帮我分享一下。很热耶，今天已经突破30度，然后我们还穿着帽 T， 我啦，我是只有你，我啦，刷毛呢，啊，我们这里都是固定中旬、八旬啊，中旬大概几月没有诶，没有在抓时间，就是让阮心里去支持啦，按讲大部分就是伫年底啊。就大概在11、12这样，有粉丝啊，有对，谢谢你们有带饮料给我们，谢谢粉丝。脸书不能直播啊，打开6秒断线，头痛。我停，我停。再不行，我就要在抖音直播了。我们以往是冬巡跟北巡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多，然后有一些地形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再安排一个中巡出来。啊，不然庙啊太多，有当时早安的太多抓。这么快？哦，这叫不也比？你好了。对啊，脸书不能直播。你可以去躲太阳，你可以在那右边。伊在叫你去搞迄个。我很欠他，你要哪一只？我两只都好了。好。我只会就搞你。你欠他。我上次就跟他说他要很久了呢。站他的右边才不会冷。你要欠他。你看。笑一下啦，不用签啦。看你会不会带领他，因为你现在还不会带领。他又没有
有静下来，他还在想事情。他说我要跳多久？我在紧张做酷了，嗯，我觉得神秘。是哦。嗯。那上面很像是雪碧，然后。那是叫我该吃掉吧？没有，那不好吃的。对啊，不好吃，所以他要留着。我试看麦，我看这物件偌特殊。那你吃？哦，你就带两只哦。这不是我买的啊，这是粉丝客来的。那你吃这个吧。哎、欸，我吃足多啊，我地上叫你吃到要吐。嗯，好分你吧。没啊，我分我一点位置。动作要安静，要小小的，你要跳三四个小时。大大的大概一两个小时。动作跳完就结束了呢。啊，你的身尊，你有要看你的身尊吗？我看过了。我的生命名，就以为就好了。他改这样应该没修改了吧？嗯，你也改完美呢，哇靠！嗯，我觉得有点小说。我跟你讲啦，物件爱豆豆啊用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钱改歹赚啊。会吗？不是你好轻松耶。我听你讲，我艰苦钱，我艰苦人。你可以往前放呀，你这个脚可以往前放。你不无聊、哦？你不无聊？我有很多只糖果哟，分你一只。大人不吃糖果了吗？好吧，那你加油啊，关关。好，那我第一句你不无聊。我太太无聊啦，我看大家好辛苦耶。你旧的时阵是够有几两领衫拢无穿，爱先穿遐。你哪有人？港村穿新的，无穿过，嘛是新的。你跟佳佳，佳佳，听不到。你要再回去。有，我要讲解，好像是。有啦，有在进步了。我们还会去鹿港天后宫。阿红说，昨天他在那个地母庙进座，有人给他砍起来，这么厉害哦！我这样，发烧啊，落落掉啊，有落掉。你可以多去做几次呀。是我幻想的还是真的？嗯，真的假的不能这样子说，应该是说你每个人的灵去到那里有没有跟他有。有，听到我。哦，带我来啦。安尼你是无流体系。如果你们有磁场是比较合的，是会有感觉的。磁场不合的，就像你这样去那边，你没有做。我有。你没有。我有，我坐一小时以内后边。你大概二十秒。我热泪盈眶。你眼睛连闭起来，那不到一分钟你就打开了。无，我惊因走伊啊！我惊放我一个人伫遐。阿母，会啦会啦会啦，会使啦，会啦会使坐啦。我今早有咧坐啊，你会使坐。你讲伊个讲话方式吗？愈来愈切啊，加李昌愈来愈。李昌啊，嗯。哇，看一个啦。有人看一下，人家这水，佮唔看，佮有开钱的呢，有开钱的，唔只人看，无开钱就袂使看，无开钱的较歹啊。是啊。对啊。哦，活灵活现。我来，啊，你啊看一个啦。啊，迄只手啊，来啊，迄只手啊，哦，活灵活。红叶，红叶，迄个像，你们猜猜，这个是谁？没有。你们猜猜。你们猜猜，这不是网友，你们猜猜这是谁？这不是网友。哎，在这里面。我知道，我是刚刚。你们猜猜这是谁？他晒太阳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前面一点，你。导游。我就刚刚挡太阳挡不住了。你动作再大一点，然后你的脚不要移动。哎，没错，是公主娘，没事，没错。的话，你会一直跳，你会越跳越久。欢礼拜三半夜，干那阴暗，七点有人。啊，因为我的透早。拢是爱上班的，所以阮透早时拢无人。有人当作伊也是庭院啊，啊，伊当作在庭院啊，有人当作在庭院。啊，是纹身贴纸的。啊，是纹身贴纸的。哎、欸，真老。眼睛安尼哦。
哎哎，叫老看嘛，怎样公主娘？在教谁哦？教这个是他的表妹，宜昌的表妹。表姐吧？表妹啊？啊，对啦对啦，八九呀。他大。哦哦哦。哦好八哦对了对了，老的都爱本端，好好好，像他这样子跳了好几个小时，谢谢。哦，伊又讲袂记，李昌看较老啊，你会啊？谢谢。啊，阮来遮就是咧做功课咧修行啊。做公主娘做到牙公迄有诶无诶公主娘。小雨不，小雨用机器对吧？谢谢。哦，我想吐掉卡车。你的衣服太，你的脸太小了。这什么神明？嗯。你女儿啊，你爱几个正式的？应该是那个去深入吗？哦，不是哦，我不知道，不啊啊，妈祖啦，他之前去鹿港啊，啊不嘞，啊不你嘛爱讲讲的较早，我弟妹，哦，叫主流去做面呢啊，面哪只啊？全部人我累啊，你说全部人吧。没有啊，你练练筋不是抓起来吗？不会，来上来呀。啊，不行啊，他还没好。你先去用啊。他的速度大概要两个小时。等你，你休息啊，我休息啊。你也明显啊。老了。不能的。阿姨有人打电话。不行啊，他怎么办呢？阿姨嘛是伫遮呢，也袂当啊。先用啊，啊无等下较袂撑着伤侪时间。啊，去啊去啊，啊，反正大雄伫边也无代志做。就他们三个没有好，你看他还在那边。没啊，没那种啊，侬还好，现在修的先修啊，对啊。我本来想说站这里呀、啊，我看着他说，热了。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紧紧啊，紧点。他还在那边看呢，我比你呢，你呢？小阿姨啊，你为什么还在那呀？又一个啊。无阿妈脚疼就过啊，阿妈脚疼无啊。他顾完又看他顾他呀，这样。啊，他刚才有做。有啊，本身就有啊，没错、啊。他有认真吗？他起来。我们可以看那个。他有认真吗？没有。那个我们粉专有那个电视台采访那个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你的怎样？我那小夸故事完了。要聊到要昏倒啊！真正要昏倒，那南投啊，这热的。今天是中旬，一旦呢，一旦呢要收惊，一旦呢要收惊啊！因为阮公主娘年会有啊，伊想要较轻松的。不是，我要传承哦。你明明就是想休息，没有，是传承。你刚刚上来，因为他的功夫越来越厉害了，所以要你看伊刚刚回来，回也够紧的啦，连咪都回好啊。对啊，所以他的功夫越来越厉害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足紧的啊，所以今麦在做歌无同，你也使加做歌无同。对啊，对啊，因悄悄的啊。你讲这句话就像你之前骗我去收金一样。无啊，你就是开始爱开耳瓜无同的物件啊！哇，伊无伫遮收过真诶。不是，要越来越进步，要越学越多了。无，伫遮无啦。没有，无啦，伫遮无啦。对啊，现在都吃可乐不吃草莓。有呢，有呢，我的草莓呢？你想想这样。你有这支吗？哦，这里还有一只草莓的呀。无，因为草莓冬天诶较好食，夏天吃可乐。现在好像是冬天。哎呀，来啦，进来啊，蒙勇啊。啊，他怎么了呀？哎呀，家己伫遮。啊，你徛边啊？安尼等下较袂伤太久。那我收自己人的就好了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无嘞，你等下挂粉丝。香客要吗？无啊，甲讲啊。我是收
你们叫还是？我们的轻松，我们的轻松啊。不是我说跟一起来进香的要吗？要啊要啊要啊要，就是我们有。修家己人呢啊，你粉丝修了要修啊贵点。那我现在吗？还是什么？还要叫金可乐哦。我才不要。啊，才不要。那我是现在吗？还是什么？在这，我帮你画。啊妈，用胶用胶的，慢用画。站在这里的话，可能要在这个位置会比较适合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就站在这里。啊，你卡过来，你安尼，啊是。我帮你用一用啊，你知道怎么弄好不好？嗯。你根本的不要讲话吧。阿姨也别开口。对啊。我拉了他。对啊，你要不开靠是吧？我帮你用完，然后你自己聪明一点，要聪明一点。好的好的，不然好会越来越聪明的。他来杀你的香啊！你品啥功好了？实现你的真谛。你品什么功好了？来来来，我的功。快来快来，进来。来，我们先帮，哦，在这里帮我们的。信徒们先把手机收收的。可乐大师哥，这样的愈来愈奇怪啊呢。可是我有发现很多太子喜欢吃可乐哦，喝可乐，我发现很多。你也看伊的收藏品，今一半拢可乐的，今整拢草莓，今拢可乐。他是草莓太子，不是。你品啥贡啊？你品啥贡啊？你应该可能记很清楚了，就是大一点。有充电的不用。慢要打，等关一个打。该是我打。给左边一点。哦，要右边一点。安尼带较好收。豆豆啊，嘿，豆豆啊，豆豆。欸，不会到很久哦，我们家差不多够格。大家都在静坐呀。啊，这样会再形容。啊，等下他袂。啊，我这个。伊本来想收啊，收机。哎，安无代志的先收。阿妈说，阿妈说怎么收？没有，没事的，先来收。怎么站在这里没有下去啊？在排队收机。不要去带一下，你会好一点。哎，先收啊，等下较袂接这会。报一报你的资料，你去。真的呢，真的不要叫可乐太子呢。他们有一阵子有一个那个很酷的草莓可乐的，感觉超帅。可是现在是限量，一挖先坑坑，一进个宅基光大二家。嗯，一滴啊。哎，小小可乐可乐。小分享。我们先。哎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来这里帮我们加咖啦哈！我要叫你什么？那个玻璃三通购啦，安尼叫干嘛？啊不，因为伫家就是阮娘，就是叫爸母的姊吼，啊来搞阮家家己的信徒吼，安家修平安安尼。啊，我们就是只有自己的信徒，我们就没有对外。有，现在很多太子都是喜欢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太子比较会很多奇怪的东西的。脸书不阿多啊，脸书这秀多，脸书会多啊。这边也可以哦。你修你家己哦。你修你兄弟啊。IG 分享对麻烦，我知道，我懂，我懂。好，你认真到尽了哈，祝你顺利，祝你顺利。注意哦，不然你会感冒哦，感冒你会生病哦，生病就要吃药了。口交我？最主要是吃药。不是，然后把它流程讲出来。这是会平常还要再严重哦，所以没在家。哦 ，YouTube 比较不好用。你把你的聪明拿去别的地方好了。因为哈 ，YouTube 你只能很像啊，不好用。嗯，我伫只个是甲工课做了安尼啊。哦，只高一点，嗯。没有啊，太高啊，落的头还是。那就拉伸了。太多太多。你这个
对，感冒生病，生病就会吃药。带水上来也可以加持。他把那个，他把感冒流程讲了一次。感冒就会生病，生病就会吃药。笑死！黑包包的客人啊！哎呀，对。黑糖珍珠撞奶太子，这名是安怎啦？你是讲伊介哩黑糖珍珠撞奶的对？我有看过较一个较特别的是，因的时阵，太子啊手是摕可乐。哦，蛮好笑。我今天人很多呢，我等等古尼啊，哎，等古尼啊来，阁无遐侪人，哎呀。今天好天气啦。主播不用露脸，我是做那个声波的，靠声音吃饭的。今天超热，而且人超多。袂歹哦，咧收速度愈来愈紧哦。这 IG 的留言照做慢了，比 FB 来比。因为小粉红他边啊。哎，尤其是你自己的事情哦。好，还要自己的，会卡到了，那个会对焦会跑掉。很凶，因为他是要帅的人。不然你不要把他擦脸，可是你很奇怪的会先想。人讲我的声像老人，你唔知我是少年啊。做完知道。哎，玩家为了有心机啊，所以来的时阵拢会分较久。平安符哦，袂使用夹，袂使用夹，因为平安符这物件用夹有无会有过手甲失效问题，佮有无夹的问题。我讲你若是住去较远的无，不方便来香湖宫，应该在那个恁附近的大庙，在地大庙拢袂好紧。哦，你个在地大庙去啊，过路过过的就 OK 的。啊，你有闲，有去大庙拢会使过路。我们不知道要多久了，其实，但我们这里就是工作做完就离开。结果是他弟弟给他，他弟弟还他钱。对，他是。你以为是转运转到的？移动这为了贵文贵了观音的钱啊？没有，个性低啊，转几天？哎，华姨姐要请我吃物件。卡边啊，卡边啊，来问住。他收金比较，也不能说直接，他其实会婉转的告诉你，但是就比较容易讲到你内心的事啊。我看人家有的信徒在收无，收家己啊在哭哭的，可能想感动，内心的秘密被挖出来，这样一针见血。按讲恁来就是安怎，就是恁后要问的代志，一件问好了，然后你要有选项，你不能用开放式问的。问事要切记，要用封闭式，就是你要问哦，如果我做这件事好还不好，啊，每次在讲哦，我是怎么做比较好。我来讲，我先关播，我手机要过热啊。我手机要过热了，好不好？先跟你们说再见啊，晚点再开，不然我要昏倒了。